有位老师的花旦也出现呢，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搭配？送送就是我们的齐天大圣美猴王，这个而且还是美猴王还有主持人啊，出发，咱们聊聊赵师傅一下。老师先加快变换速度了，速度了哦！一起再一遍，好，来了。三，你这穿这这边点了吼，咱两边的较头拢有吼，金乌波的头前遐，啊来做对面，后个对面再穿这，再头遐有哪有？咱唔免拢接个这个。那是美猴王的这位老师，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是美猴王呢？比较活泼好动，我们老师的动作也是变得比较活泼一些。那各位不要以为呢，我们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，大家一定非常尽心在观赏啊。待会我要邀请我们两位老师直接走到舞台下哦。品种吼，伊非常的香甜。